好了，啊，我怎么看地图？哦，哦，好方便哦，呵呵呵，好爽啊，哦！跟着我走就对了，我带你去飞天。好，我带你飞，我带你飞，快点，快点，没事没事。啊！Oh my gosh！Holy shit！Nope！干什么东西？是没看过律师是不是？虽然没有很强啊，也没有很拽的感觉啊。哦，没有很拽啦。Fuck you！Oh no！救我！救命！救救啊！我救我，快点！干，我告死你哦！我要请我的律师团。你完蛋了你！绝对告到底！我告到底哦！真想不到，原来你吃这味的！你拿那么粗的棒棒干什么？你不会觉得这场景很奇怪吗？坐在一张椅子上面，然后对方拿这么粗的一根这样子对着你，这到底是想做什么？快救我！乱乱乱！妈的！No！大哥不要啊！啊！干你呢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！那个墙壁为什么凸起来？我被针对了啊！你看又开始了，又拿着又大又粗的东西对着我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娇羞。啊！快跑！我要抓另外一个人去了，快点帮我补血。干谢啊，金城武，谢谢你。虽然我不承认你长得像金城武，只有我长得像而已，但是呢，你救我，我勉强肯定你一下，好不好？你也是金城武嘛？幸会幸会，大家都是金城武。我们要放生 GG 了，GG 被放生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救他才对。我觉得这可以救诶、欸，我觉得这可以救诶、欸。中屁哦！可恶，差一点就成功了。快点快点快点！不要管我，你们快走！呀！你看他拿那么粗的东西冲我啊！走后门，哇！直接飞，快走！去了！哎呦，大家都来救我了，感谢！救命！快走！哇！我还要他是不是？哎、欸，靠背哦！哎，不对，这样不对，你这样很不行，你这样很不优，你超级不优的。好不好？妈的嘞！等一下他被关厕所，对不起，I'm sorry，雷到你了，我是逼不得已的。